高频水晶咧系推高其他嘅水晶力量系最好嘅。咁如果许愿咧，最好揾翻许愿嘅水晶。嗱，喺1月21日星期日系水龙神还神日，到时参加者咧，我将会送平安包俾你。嗱，有师傅开咗光嘅九运九子绳啦。好啦，有供过神嘅茶包、糖果、平安米啦，仲有圣水，师傅开咗光喎，俾你年廿八洗邋遢用嘅。1月21日见啦。嗱，好啦，大家睇下啦，我哋而家台面上有啲嘅高频水晶啦，例如超七啦，大家都已经认识啦。好啦，天铁啦，吓啊，有啲有唔同嘅色啊，变频啦。好啦，甚至乎咧，好啦，呢个系闪灵钻嗱，大家应该都 feel 到啊。如果有玩开能量嘅话，点解咧？呢啲能量系比较强啲嘅。咁我哋亦都系叫高频水晶。咁好啦，有 fans 又问佢边个 Sir？ 咁好啦，嗱，超七咧，我相信咧，水晶爱好者个都有一条噶啦。嗱，可唔可以做连结咧？吓，许愿啊，达成我的目标嗱。大家睇睇啊，超七其实咧好得意噶，佢系紫色为主，但系咧嗱，佢都夹杂咗呢啲紫色啦、红色啦、黑色啊、绿色啊，见唔见到啊？佢唔系纯正 pure 噶吓。咁好啦，咁你如果连结咧，咁你连结咧嗱，其实咧。佢未必會達成你嘅心願，點解？因為佢裏面太過集咗好多好多唔同顏色，除非你係成條紫色嘅紫超七嗱，咁又唔同喎嗱，紫超七咧代表咧連結咧我哋嘅智慧啦、人際關係啦、第六靈感啦，咁但係如果你用這個呢個咧其實咧就應該咧就未必會達成你嘅目標，點解咧？佢呢啲其實超七咧又愛嚟推高我哋啊，即係如果戴咗落去，推高我哋嘅水晶嘅能量。或者提升我哋嘅 power， 令到我哋咦哇精神啲，开心啲。咁因为每一个水晶咧，唔同颜色咧有唔同嘅功能，大家要记住。所以你话高频嘅吓，一齐戴咧，佢系你会开心，能量满满，但系咧未必会达成你所想要嘅目标。